好色，哪里很色？是这个吗？这个旁边的饼饼子吗？好哦，你们看到的东西都那么奇怪。饼饼子在讲那个木头东西，你们在那里好色，想说那个木头的东西是有什么很色的地方？是因为它可以变长又缩短吗？啊？都很色是哪招？报告！是被谁脱光的？没有，自己脱的。啊？品名子不应该回答你们的问题，都被骗了。那么呢？这个右边的是品名子的立牌，右手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会不会被骂？不是啊，平民子一直觉得说立牌到底能做什么？看爽的吗？什么？不是色情平板？你看不清楚可以放大吗？不行，不行放大。平民子之前有在会员的那个贴文里面放过这张图片，只是帮大家加了一些背景，好像加了忘记是什么背景。好，有所你们想看放大的平民子看一下有没有档案。有所如果你放大，你就会看到，哇，这个赤背很不超烫的啦，这个赤背毛边有点多哦，对不？嗨，好的，默默的收起来。哇，什么买立牌有什么用 ？FBI 什么 in FBI 来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活不耐烦了吗？你喜欢品名子黄黄的，品名子没有黄过好不好？哦，你会太小吗？有时候还想要变更大吗？平民子可以帮你们变大哦，有需要要讲。嗨，那平民子这么大就好咯。好耶，好。哦，不用，不放更晚吗？今天不用。好。嗨。那么呢？帮你变大，平民子只能一次把所有的人都变大。自己脱的，平民子可以帮你们变大哦。我不耐烦了吗？